惠子呢认为他是情至福至，所谓勤劳心至，这个福字呢有习的意思，就说他不只是勤劳于心智，而且呢，常常习于这个知识的发展，所以意思呢，就是他也运用他的智慧，发展他的内在的才智。可是庄子认为惠子说的不够。说孔子谢之矣，谢有超越的意思，就是过，超过了。本来谢有，比如说花谢了，就是过头了嘛。所以这个里谢字呢，好像有这个赞美孔子的意思。而其谓之常言也，他不是这样说吗？说受财乎大本，福临一生。在这里，这个"富"有两个说法，差不多也差不多意思了。孙一让的说法是好像杜甫的"富"，那么章太炎先生是好像是借为这个福藏的"福"。那么，不管是哪一个说法，也好像很接近。杜甫的"赋"当然也有含在内在隐藏的意思。不，前面说到这个服务的"服"，在这里说复兴的"复"，其实声音都差不多。而我要说一说呢，它就是就什么，就是不一。凡是福啊，包括这个谷什么谷清纯，都是重纯，都是波波，所以包括这个在内。大家认识这个字，青菜、萝卜，那么简单的来说，就这个嘛，不是吗？就是这个声音嘛。为什么老说这个？就是我们下面要讲一篇。最重要的第一篇《逍遥游》开头两个字什么？就是北冥嘛。北冥是什么？它就是这个意思嘛。就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一样，它就不一样。万物都一样，可是他的妈呢？他妈就不一样，因为你找不着他。万物都是有啊，他是个。说现代话，是不负责任的，把万物都当作弃婴抛弃的那个妈，她躲在哪里啊？你找不到她吗？到现在找到没有？还没找到啊！这个万物之母，她就是这么隐藏起来，她没有。你找不到，是没有吗？无中生有吗？无不可能生有啊，所以它也可能是有。可是有呢，它有没有找到？不出现，你只能说它是无。所以到底它算是无还是有？
那就不能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装着要干嘛？我没有说啊，因为说了怎么样，就肯定了嘛。你说他是无，那你就肯定了；你说他是有，也肯定了。你不能说啊。所以庄子要说什么？要说那个不能说的，只能怎么样？象征性的用圆来表示啊。啊，什么是直言？我直就是个圆嘛，它的意思是个圆的盘子啊。可它的声音呢？它是一二三的一啊，哦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可是也是你不知道，像圆一样，你不知道的那个一。所以这个一是与众不同的一。但一它也是不一，不一还是一，就像一个圆盘一样，是开始也是终了，不是开始也不是终了。到底是不是？什么叫到底啊？你现在还没有摸到，不是说摸到了，你当然摸不到，甚至于你无法了解到到底嘛。天外面还有没有天？你不知道天边在哪里，你怎么知道外面还有没有天呢？那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对啊，你人以为了不起，我好大，我伟大哦，你是万物之灵，灵吗？对啊，人为万物之灵啊，灵什么？灵也是灵乱，对啊，是谁啊？也是你啊，也是第二人称啊，也是人啊，对不对？人不是可以念灵吗？所以庄子的了不起在什么？就在于他不说。为什么？他说了你就抓住了嘛。啊，我懂了。你懂什么？我根本没有说。你懂什么？你不说了吗？那么多次。可是我说了等于没有说啊，我是不言啊，我是说不一样啊，我只是发这个声音而已啊。发这个声音是有还是没有？当然是有啊。有是什么？有像鸟叫就不是发出声音了吗？对啊，鸟是道啊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你说道，你就发出道的声音，那就是有啊。那对吗？那好像又不对哎。所以不能承认是对。所以庄子说什么？他说我没有说啊，我也是变啊，你们在变，我也变。对啊，我也在变。我变什么？我变那个不能变的变，不言之变，不变之变。不言也是变，不变还是变。为什么不能说？因为一切都在变啊，时间在变，空间在变。空间变不变？我不知道。空间有多大你不知道，你当然不能说它变不变。时间有多久你也不知道，所以这两条线你画不出来，画不出来这两条线，所有的研究都是短暂暂时性的知，能够存在多久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我说过了，刚到台湾的时候发现 DDT 很好哦， DDT 哎可以杀蚊子哦，这个好不好？连人也一起杀，不好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蚊子还继续存在，对不对？到底你要说什么？那到底我就是要说那个不能说嘛，勉强只能用最好利用的中国文字的变化、声音的变化来暗示，不能明示啊！明示你知道了吗？你知道我就失败了，懂不懂？
所以只能是暗示。暗示能不能明说？你踹共踹共，什么叫踹共啊？来踹共产党？不是哎。哦，不是啊，是什么？踹共嘛。因为我到这里上课，最近又以前我也常常经过了，就是隔壁。你们当然没赶上啊。知道这个吗？不知道。就是隔壁那个叫什么？叫小福是吧？叫小福。以前那个二楼就是开这么一个店，开多久？恐怕也开了有10年左右吧。后来关掉了。我是每次上课都骂他，因为假拍假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靠假哎，靠假，靠假。我没有去很多次了，大概去过3次5次，每次去非常的失望。所以我就上课呢，我就拿他做例子，后面还加一句假拍假，是不是给我骂走了？我大概没有这个力量了，他赚不到钱嘛。那个老板我也没有问他，你问他他承认不承认？他可能不承认。他说我的意思是卡车是欧洲的很好哎，我什么时候是跟你说卡欧家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假如说啊，你讲的这些个我起庄子于地下，你真的起他于地下，他来个怎么样？活不认账。我说他活了他不认账。我没有讲，你金家些乱说。我几千年都没有人这样讲过，你算老几？你说我是这个意思，我没这个意思。那我怎么办？我要把薪水都还给台大。当然开玩笑。所以我是回到这里啊，不管这个福也好啊，这个福也好，反正都这个意思了。所以福灵以生啊，我刚才说灵有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他声音的意思了。当然他这里他的了不起就在哪里啊？他骗人骗几千年，可是你就没有发现他骗人，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嘛。人都好名，对不对？包括孔子在内，孔子是圣人啊。我们下一篇就讲逍遥游讲什么，说圣人无名。所以他是看不起圣人的。有名的圣人那不算真的圣人，真正圣人是无名的。所以他要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不知名的圣人。你知道他啊？你知道他什么？知道他胡说八道，他算什么圣人？那算不了圣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宁愿做一个没有名的圣人。所以他，我认为他是故意的，不要出名。我说过，我跟李敖很熟。我跟他的关系也很多。他现在，他虽然比我年纪小7岁，小7岁也77了，其实不算77，也76了。人常常怎么样？不甘寂寞嘛，对不对？尤其是老人，人老了，有没有人跟他讲话？很少了，要跟你讲什么讲，你都不懂，对啊。踹共，我搞了很久才懂哎。那我说这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？没有关系啊。后来还是去年的同学说，那不是跟共产党有关系啊，那是跟声音有关系。哦，原来跟声音有关系，我就没想到啊。小三，我先说，小三、小五、小六都有啊，怎么小三？哦，
哦，小三是特别的意思。哦，我现在懂了啊，小三就是第三者，大家不用第三者，用小三。就像我说过好几次了，我们那个孔老圣人的，不是最后一代了，他已经有第三代了。孔大圣先生啊，一起吃饭，他常常说啊，同志怎么样？同志，我是没有说他了。他的学生在一起吃饭，老师啊，你不要老讲同志啊，同志现在有不同的意思了。为什么不同意思？哦，他也懂了。所以我说现在，庄子的了不起，还说庄子说，庄子了不起，就在他用中国文字的特点是什么？一个字一个音节。我说过了。全世界，我想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语言，所以我一再的，不是也不是一再了，说了好几次就是了。我认为韩国人比日本人还笨，为什么？他执意要把汉字去掉。以前我坐飞机到汉城一看，哦，汉城到了两个字，现在念英文，对呀，当然现在不。对了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啊，来看我们的历史，你看你们的历史还不都是汉文，都是中国字哎。那你叫参观的人不是很失望吗？那不很笨吗？日本人也是这样啊。可是他赶紧回头啊，他转个圈回来了，他懂了，中国文化好啊，有帮助啊。对日本，所以他不敢去掉。虽然他那个时候也是大日本帝国啊，那个时候日本是大日本帝国啊，现在是什么大韩民国啊？大韩民国，你大吧？你自以为大，自以为大就不大了。你能大多久？对不对？中国几千年了，有没有说大中国？没有哎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中国文化嘛！中国人很不会那么骄傲。我说过，中国为什么变成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而不分裂？就是这其他的这个小民族怎么样？不管他强也好，弱也好，他来了之后他就不回去了。他就愿意，什么？我们叫规划，是不是？他愿意规划，最大的贡献就是中国文字嘛，对不对？欧洲现在变成多少个国家？欧洲整个的面积恐怕还没有中国大，可是它变成那么多国家，为什么？就是缺少像中国这样的文字嘛，所以中国的伟大就靠文字啊。广东人给东北人写信，懂不懂？可以懂了。广东人打电话给东北人，听得懂吗？东北人听不懂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是一国，为什么？就是文字嘛。你硬要把它改掉，改成拼音。成功还是失败？共产党改简体字，下一个目的就是要改成拼音。结果改不下去，因为改了拼音之后，福建人给新疆人写信，当然新疆也是例外。新疆有没有文字啊？维吾尔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文字，他也是个民族啊，就算是他有文字。他还是受不了这个汉字的影响，慢慢的也现在新疆好像，这个所谓的，大陆叫普通话了，也很多人学普通话了，就像香港一样，香港本来在
是1997是吧？香港回归是1997嘛？以前香港人都不大愿意学普通话，不大愿意学我们的所谓国语。可是现在经过这个，好像1997到现在也不过是十几年嘛。现在好像你到香港讲国语就可以了，还有他们也都赶紧学学，也可以通了，不需要你讲英文了。说到这个也是，我的女儿在美国念书，跟她同住在一起的，不是同居不大好，当然女孩子了，是香港人。我到那里一看，他们讲话是用英文，因为他讲广东话，我女儿听不懂；我女儿讲国语，她也听不懂。总而言之呢，我说庄子的了不起就是他发现了中国文字的特点，而可以被他利用，而尤其他要表示他的，我们说他的看法吧。他要说什么？他要说的是最高境界嘛，最高境界说什么就是哲学嘛。哲学最高境界用三个字表达就是真善美，第一个字真理嘛。他就运用的巧妙无比。我说过真，对不对？真什么？真就是天。现在不知道的就是天嘛，唯一的就是天呢。所以外国的宗教啊，耶稣教、基督教就是 我的老天 ，my God。我们中国呢，虽然也不算是宗教，可是搞，反正不知道呢，就退个老天了。啊，我的老天呐，天知道，天知道，只有天知道，而天呢，又跟一二三的一的声音很近，所以他就利用它来表示了。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天是一，人是二啊。那么在这里说明而当律，言而当法。刚才说过了，鱼叫不叫？鱼嘴巴动，你看它动，它发不出声音来，所以鱼是没有说不说话的。可是鸟呢，鸟会发出声音，所以把这个鸟字旁边加个口，代表它发声音，叫做鸣。现在常常说什么不平则鸣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公平啊，不公平怎么样？就抗议啊，抗议要不要发出声音？当然要发声音，而且用扩音器来发声音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有很多成语了，自鸣得意，自鸣清高，对不对？这都是自鸣啊，前面要加个字哦。字什么？加个三点水念鸡，不是加了三点水念鸡，它本来就是鸡啊。我的菲律宾的同学啊，不是菲律宾，菲律宾的华侨到台湾跟我一起上课，他常常说我几几来，我几几几几几几，那字也好，几也好，都是几几几，几几几什么，都是一个的声音嘛。鼓什么？鼓舌上都是舌头，所以都是滴滴滴，都是一的声音，也就是说都跟一有关系。我记得好像就是聊吧，说。这个同音的字最多的就是一，对，同音的一最多。你现在翻那个国音标准字典啊什么，同音的字就是一最多。当然一，现在所谓的一的声音，古时候不见得都是一啊，对啊，不见得都是一。可是古时候也是跟一很接近的。就好像我说天，它也是梯，它就是好像楼梯的梯，它也用它来代表它一，所以的特，凡是的特呢了，
都算它是个一二三的一，所以这样呢，它就有很多被它利用的空间。我为什么要说这个？因为我下面要讲《逍遥游》里面，我认为它这个四个字呢，就代表它这个被它利用的情况，就是垂天之云。这四个字，他就说这个大大的像什么？像天边垂在天边的一大块云。几千年就是这么解释。当然，对啊，没有错啊，就是说很大，大的像天边一大块的云。天边呢，边垂嘛。那么我就抓住这个，我查整个的庄子里面只有逍遥游，只有逍遥游里面用了三次，他不是用一次，用三次都用这个，我就觉得好奇怪，为什么？我就根据这个来说，哦，原来这个之就是唧唧唧的一啊，天跟一有关系啊，云是什么？云就是圆啊，云跟圆有关系。那就是说，圆一跟天，这个呢，这个就是道。我加个口字边，念什么？什么？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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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马虎虎了，就当它是道了。哦，道就是天，天就是一，一就是圆。圆天一道，道天一圆，就这么回事。我说对了吗？我说过了，庄子没有一，没有给我啊。就算呢，你把他拉起来，他来个活不认账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到底我猜的对还是不对？谁知道？天知道。去问老天，天知道；去问上帝 ，My God， 你去问他，他知道不知道？你找不到他嘛？所以我说庄子是什么？庄子就是混为一谈。对啊，他把什么都混为一谈。这个成语大家都懂啊。对啊，我现在在干嘛？我在讲庄子啊，就谈呢、啊，谈什么？谈庄子啊。啊，你把什么都混为一谈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混为一谈。不是我混为一谈，是庄子混为一谈。他把什么都混，混是什么？混是圆呢。北冥有鱼，下面八个字是什么？大家都会背，你们没有念也会背，对不对？那其名为鲲嘛。啊，那种鱼叫做鲲呢，真的吗？谁吃过鲲啊？不是，你谁看过鲲吧？也没吃，没有看过，当然更没有吃过。什么是鲲？那庄子创造的嘛，就好像我上次写的，有一种鸟叫什么翼儿鸟，谁见过翼儿鸟？翼儿鸟会不会叫？什么翼儿鸟？没有，庄子创造的嘛。那庄子就说一二，道就是一，一二二，二二一，就这个样子。当什么？就是圆的嘛。鲲什么？鲲就是圆嘛。那鲲怎么是圆？好，这两个字大家马马虎虎混为一谈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不好，这个，尤其是在露营，不能讲脏话，对不对？不能讲脏话，我说代表好了，叉叉，对不对？这个跟叉叉，这个、跟叉叉一样不一样？不是一样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两个一样，好，这个一样，嗯，啊，我用闽南语来证明了，就是，这个云应该念魂，这个是圆，啊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人，姓武的。
他的字啊号啊叫伍子胥，这个字念什么？古书说应该念云。哦，对对对呀，对呀，这不是云吗？对呀，这不是云吗？这香消玉殒，还有吧？有没有？应该还有了。哦，刚才上次我写过。哦，就是这个勋，对不对？闽南语念云念魂，勋念也是昏，是不是？昏呐，也是昏呐，烟熏的熏呐，不是昏吗？对不对？烟熏的熏哦，加火这边，加草字头都昏昏昏昏昏，就是圆圆就是昏，所以昏叉叉也好是，就是混为一谈啊。那谈是什么？就是谈是天。明而当律，言而当法。反正明什么？明就是表示意见啊。不管是自明清高也好，自明得意也好，是表示不平之明也好，反正是表示意见。所谓发表出来的意见，都合乎我们现在说法律，法律下面说法。言而当法，这两句好像意思等于是重复的，啊，不论是言也好，明也好，都合乎法律啊，中规中矩，都是恰到好处，啊，所以庄子说，孔子说过这样的话，说受裁于大本，最大的根本，啊。含着这个灵性以生，那么不论是表达意见是怎么回事，反正是合乎律、合乎法，所有的利益陈列在面前，而好恶是非呢，只不过是这个只有淡的意思，只不过是服人之口而已，而使人呢难以心服，不但是服。让人口服，而且让人心服，而不敢误利，而不敢误。这个误，就是个假借字，借为这个忤逆的忤啊。现在我们常常说叛逆，尤其是说不孝的子孙，是不是忤逆？就是叛逆，就是忤这个字。这个字跟这个字的关系，后来我知道了，哦，原来这种鱼闽南语叫什么？不是阔鱼吗？是不是阔？没听过呀？摇头的那么多人呢，以前我不知道，许不了就是阔不了。现在我学到了。哦，原来许念寇，所以这个字跟这个字是同音的。鳄鱼叫寇鱼啊。而不敢以这个反对的情况来对抗。定天下之定。定有正的意思，正天下之正，这个字啊，其实它就是形声字，这就是它的声音，所以正就是定，用这个来证明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正就是定，闽南语是不是念定？正就是定，国语念定，本来就是应该
本来应该念什么？应该念定是对的，骨无舌上嘛，都是舌头哎，对呀、啊。我知道北京城外在西边，我记得它有个地方叫做这个字念什么？现在改成店，应该念海淀，很多人大概念错了，念海淀，干脆把它改成店。这个字念店呢、啊？哦，这个字不是，这个字念站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字念店，是不是这个？有没有这个字啊？有啊，那个我上那个霓虹对不对？有一种颜色，这个念电，不管它念电也好，念站也好，它古时候它就什么，就什么，就是天，混为一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正天下之正，定天下之定，正天下之正就是了。以乎以乎，吾且不得及彼乎。以就是停止的意思啊，是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我不如他。我是谁？这庄子说的，我当然是庄子啊。彼是谁？他是谁？他是孔子。我不如孔子啊，孔子比我了不起啊。啊，他好像在赞美孔子，所以这是。褒扬孔子，啊，好像孔子了不起，他连庄子都赞美他。那曾子在世而心在化，曾子再度第二次入仕做官，学而优则仕。尤其是古时候的知识分子，既然念书，怎么样？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，做农夫行吗？不行了，因为种不出粮食来，身体不行，怎么办？就只好利用已经学的文字做小学老师了，要不然就怎么样，就去做官嘛。除了做官做老师之外，就没有别的方法了。如果是学得很好啊，又遇到了马要遇到谁啊？要遇到有提拔的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假如是有人提拔做官啊，可是第一次呢，不知道是不如意辞职啦，还是像陶渊明一样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呢，还是怎么样呢？啊，不做了。第二次又去做了，可是他的心内心的变化啊也不一样了，有再化，内心有不同的感触。他自己说：“吾既亲事，我跟我的。”这个亲当然是指父母双亲的、啊，在庄子后面啊，也不是后面的，就是说另外一篇里面提到啊，所谓人有两个是不可避免的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义务，一个就是命。抚养父母也是命的一部分，所以养亲呢。这是应该的，所以我带着我的父母亲再度去上班做事了，做官了。三抚而心乐，哦，不是，我说错了，这是第一次，我跟我的，我这是说第一次啊，父母亲一起去上任。三抚，这个待遇很差，只有三抚。所谓一抚是多少啊？
一府是六斗四升。我们现在度量衡都是用重量，不用容积。这个都是容积。你们看过斗没有？看过。有多大？有没有比头大？你看过是吧？会不会比头大？看过比头小。啊？看过比头小。比头小？不会吧？现在的斗比头大呢。一旦是十斗，那一旦是算斤的话，一旦是多少？一旦是一百斤呢？一百。我小时候看的，我小时候在上海，那个时候很多粮食店都是用这个什么，用容量的这个来衡量的，嗯。我们现在说，穷人叫什么小民呢？升斗小民，听过吧？什么叫升斗？就买不起一担一担的米往家挑啊，对不对？我有钱的话，哎，打个电话，十担送来了，可以装半个屋子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买不起的，是买一斗。甚至买不起一斗，买一升。所以升斗小民，一升是斗的十分之一啊。古书小说什么形容一个人的头如麦斗啊？古时候的，不论是度也好，量也好，衡也好，都比较小。所以说一个人身高一丈二。现在一丈二不得了哎，有没有人一丈二？一丈二都是，所谓特别的篮球高手了呢，没有那么高，所以古时候度量衡都比较小，那不管了，这个一府只有六斗四升啊，我总是讲了，这个斗升斗小民，升下面是什么？你们上数学课应该都有吧？没有吗？斗下面是升，升下面是什么？是和哎，和念什么？和不念和，念格。我看过，就这么大，差不多是这么大。升斗小民买不起啊，买几升几格？这个米的这都堆得很高，然后拿个棍子哗啦一下子，好了，就倒下去了，就这样。反正是三府而心乐，就是待遇很差，就这么一点粮食，可是心情不错，还是很快乐。可是第二次后世三千钟，这就待遇很高了，一钟就六壶四斗。一钟就六十四斗嘞，三千个六十四斗，那都装好几个房子都装不完呢。那个粮食很多嘞，所以待遇很高。这两个一比较的话，后者比前者好得多了，然而不及，好像不如，就是说从这个。心情来说，不如第一次。养什么亲不在了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时间久了，双亲就去世了，不在了。你要想，啊，我现在待遇很好，我要给你吃好吃的，我要给你穿好穿的，我要让你享受。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嘛，所以不急，所以无心悲，我心很不自在，很难过。好，休息一下。
因为曾子说他两次做官心情不同，那么弟子其他的弟子啊，不知道是谁没说，问孔子说：“若身者，身就是曾子的名了，说可谓无所悬于其罪乎？”无所悬其罪，悬就是悬挂的悬。古时候现就是一个字，后来才加心，这个现就等于悬。像曾生这个同学啊，曾生呢，他可以说是已经是被罪所谓悬呢，就等于是羁绊。悬就是悬系，被拉住了。本来罪就是个网子，就是主网，抓鱼的网子。所以犯罪呢，就好像法网啊，就好像那个网子呢，告诉你那是有电的哦，你不要碰哦。可是你愿意去碰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所以无所悬系于其罪，好像他已经脱离了，不受这个影响，不受羁绊。可是曰，这谁曰啊？是孔子回答，省掉了。既已悬矣，所以已经被网住了。夫无所悬者，可以有哀乐乎？啊，有一本下面有个乐字。假如真的是无所羁绊的话，会有哀乐的感觉吗？应该没有啊，应该都一样嘛，无所谓嘛。彼是三福三千中，那分别不就是三福跟三千中吗？三福很少，三千中很多很大。如观鸟雀文盲，相过乎前也。有一本雀上有鸟字啊，鸟雀文盲啊，这是相对的，好像多一个比较好。就好像在面前飞过一只蚊子，飞过一只鸟，这都无所谓嘛，都不在乎，根本不注意嘛。所以好像是在贬义这个曾子啊，认为曾子呢不够洒脱啊，不够说什么，就是不够大啊。如果扩大范围宽大来看，没有什么分别嘛，三福三千中都是三嘛，对不对？多个几十倍、几百倍、几千倍，就好像我说，他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以前老说，说谁那个已经死掉的姓王的，对不对？他有牛排，他有什么了不起？他也是一本账簿，我也是一个那个什么存款簿，只不过他里面多几个零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吗？对呀，没什么了不起啊。只不过他后面多了十几个零，我少十几个零而已啊，所以这算不了什么。所以如果是无所悬的话，应该是这样子。所以孔子好像在这里就是，所以在庄子书里面的孔子有两个，一个是已经被道家化的孔子，
那不是真的孔子啊。那真正的孔子没有那么洒脱，没有那么，我刚才说过了，孔子好不好名啊？他自己说他好名的啊，他好名就不够洒脱了嘛，对不对？言成子游为东郭子姬曰，这个也可以念齐，子姬都可以了。子无闻子之言也，一年而也，二年而从。他从一年一直说到九年。那么一般来说，一年而也，也是什么？就是质朴。说归真反朴，我们常说也，是原也，是不是？古书里面常有野人。野人是什么人？不是那个不开化的意思哦，是田野之间的人，是农夫哎。打仗都在什么地方打？大部分都是在人少的旷野去打仗，对不对？除非不得已，城市被包围，才会产生巷战，对不对？一般都是，比如说我们是不管是哪个战争，比如说最后一次也是。现在应该说是60年前了，我们叫什么徐蚌会战，大陆就不叫，大陆叫什么？叫淮海之战。对啊，在淮河，在海州，海州知道吗？陇海路知道吗？陇海铁路从哪里到哪里啊？陇是什么地方？都不知道，陇是甘肃的简称啊。从甘肃的兰州一直通到江苏的海边的海州，叫陇海铁路啊。那双方都动员多少？所谓号称百万，虽然没有百万，也七八十万了。双方七八十万加在一起就是150-160万，在那里打仗啊。所以现在说啊，这个人死了，这个是谁谋杀的？那不得了啊！那警察要动员几千个人来查。那一次战争死多少人？你看150万人在那里打，会死多少人？至少死个几十万人。谁去查？所以在那个时候有这个。俗话说兵油子啊，什么是兵油子？就是当兵当的老油条了。以前当兵也是一种职业，也是一种求生的，不得已的，也不是不得已了。那个当然好，俗话说好人不当兵了，又没饭吃，就当兵至少有饭吃嘛。俗话什么？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，什么意思啊？大炮一响，打仗了，打仗怎么样？就可以杀人放火，就可以无法无天，就可以抢啊。可是也有说，一打仗怎么样？有冤的报冤，有仇的报仇啊。什么是有冤报冤？说，平常我跟你不对不好，我敢。开枪打死你嘛，虽然我有枪不敢呢、啊、因为那是犯军法的，可是在打仗的时候你后脑勺中了一枪，是敌人打的还是我打的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这都是一般的俗话了。俗话是很正常的，只不过是普遍而已。以前我很不喜欢这个俗字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念中国文学，文学是什么？文学是高雅的，是不是老是俗俗的？对啊，俗不好。
可是我是，我跟你们说过，我做过什么？我做过工啊，我是从工人，不是说从工人起家，不，就是说我经过这个工人的阶段呢、啊。工人是什么？工人是下层社会嘛，下层社会，所以常说学语言，学语言，学语言，尤其是你在越高层的，你学的语言怎么样？越不够通俗，不够彻底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念英文，现在常说什么？英文不好意思，说 F 开头 ，F 开头什么字？你知道吗？你可能不知道，那是骂人的话，就好像我们画个叉叉，画叉叉，那个在从事是那个工人下层社会里面，他一天到晚嘴里都不停的三字经，都四字经、五字经都有啊。可是外国人说啊，我学中文到这儿来什么？大学教授教他。最低限度也是小学老师教他，会教他那个三字经第四个字吗？不会教他的了，对不对？这是，可是语言呢，有的时候很通俗，里面也有很重要的语言在里面。有的时候这些个俗话、不雅的话，有些个那个不好的孩子，也就是说，比较调皮的，比较不守规矩的学生，他也会学啊。那有的是高中的学生，他也会讲这种话。可是可能他到大学就不好意思，他就不讲了。我就遇到过好几，也不是很多了，至少有两三个在台大教书的同事，有的时候也常常三字经就要讲出来。尤其是一个很有名的从大陆来的，在不好意思讲哪一系，讲也没关系，是地质系的，常常在我们系主任的房间里面聊天，我就常常听到他讲嘴里面三字经不断的，二年而从，说我听你的话，一年以后呢，我就有这样的境界了，第二年就有。这样的境界，这个从呢，本来是两个人，一个人跟着一个人，这是从，这也是一个人跟着一个人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从，这是鼻啊，这是从，什么从啊？就顺从一般的世俗吧，从俗，三年而通。通就是通达，通达什么就是没有挚爱，完全可以通。四年而悟啊，悟就是混同物我。五年呢，五年而来。这个五言叙说这个来字上面呢是掉了一个神字，神来。因为下面呢，六年而鬼入，神来鬼入相对的，有道理。六年呢，鬼入啊，七年呢，天成。什么是与天成呢？就是与天合一，合而为一了。八年而不知死，不知生，八年以后就忘却了。自身好像是忘我的境界一样啊，也就是说破除了死生的分别，破除了死生的观念。一般世俗呢都啊，对啊，现在说什么最普通是医院没有四楼，对不对？医院那个病房号码也没有四，那么有些个讲究的大楼里面也没有四楼了，什么三 A 楼啊，还是什么，
我最近有个什么啊，选号码，选什么车牌还是什么牌，什么1411242，什么1411222，他要这个号码，结果好像又没选到，因为他不高兴，我不晓得后来怎么样，不知道。1411222，我就说庄子是什么1222221。是不是啊？1222221嘛，九年而大妙，九年到最后，啊，达到这个大妙的境界。大妙是什么？就是最大的通达啊，大通，也就是化境，也就是得到的最高境界。这就够了吧，够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心服口服，没有什么意见。可是我要说，它跟声音有关系。我就从这里看，它都跟声音有关系。我查了广韵里面，这两个是在一个韵里面。而且是一个，不只是一个韵的，一个韵的一个反切。这个念什么？这也念也，对不对？这什么字啊？当然形声字嘛。形声字什么？这个什么？这个很多啊，对不对？这都是啊。这是一，二呢？二，从。其实从也是通，下面这个三年而通，二年而从，从可以跟同有关系，也可以跟通有关系。刚才我写了半天，写什么？吹天之云，什么是吹天之云啊？就是道就是天，天就是一，一就是圆，这四个声音你马马虎虎混为一谈的话，都可以扯上关系，啊。那么不只是说随便马马虎虎的，而是我都要找证据，在比如说在广韵、在说文解字里面都可以扯上关系。比如说我说天是颠也，颠是跟真有关系的真，所以反过来说呢，真就是天有关系。那么我为什么说这些个字都有关系呢？因为我认为它跟这个有关系。比如说三年而通，齐物论我们是下学期再讲啊。齐物论说，用也者用也，用也者通也。我就是从这些地方来发掘，来认为这个庄子是用声音在开玩笑，在整个的通篇来解释。而用就是用，对呀，用是他的声音嘛，用也是通，这个念什么？这个就念用嘛。通就是也是用声音嘛，可是通又是德，通怎么是德呢？那当然，这个我也用别的方法了。我说过是，是什么？是就是地，地是它的声音。那现在说啊，敌人的敌啊，水滴的滴啊。都是，是就是滴嘛，骨舌上都是舌头，都是滴滴滴，滴滴滴什么都是一嘛，滴是一，滴得也是一，这滴滴二一啊，二一其实二还是一，
我们已经念过了，天君者天尼也。什么是天尼啊？天尼就是天二，它也是天一。你天二拼起来跟天一拼起来是一样的，因为一跟二是押韵的。那么甚至于你二就是一，一就是二。为什么？得特能乐就是一回事。你如果不分的话，对啊，国语很多念的念呢的，不是啊，国语很多念了，闽南语很多念呢，篮球是不是了？台湾话念什么？拿球是不是？蓝色也是一样啊。姓梁的梁先生是了。云南语念什么？牛啊，量身体的量，那乐不分嘛，一二二二一都可以啊，一就是二，二就是一，就混为一谈，就马马虎虎了嘛。所以三年而通，二年而从，从也是通，通也是通，什么？通就是用，用就是，其实。都是什么？都是你东。我说过，我是从这个日文发现，哦，原来东方的东，日文怎么拼啊 ？to， 对不对？英文变成 to，to， 哦，本来东是阳声，阳声变阴声哎 ，to， 就是道 ，do，do， 不是道吗？闽南语说道不是 do 吗？所以念斗也好，念丢也好，这都是道。对斗对斗，我下面讲什么？讲逍遥游。什么叫逍遥游啊？逍遥就是对斗，对斗就是逍遥。我对斗什么？就是踟蹰，踟蹰什么？就是走路的声音。走路声音什么？就对斗嘛。我来对斗，对斗，来对斗，对斗。哦，原来对斗就逍遥嘛。啊，学者学庄子什么？学庄子就学。地斗地斗嘛，什么是地斗？地斗就是得道嘛，地斗地斗。哎，对啊，你不是要得道吗？你不是要知道吗？知道就是地斗啊。四年而悟。我就这样太慢了，我就不说别的，就说九年大庙好了。大庙，我就用这个符号了。你拼拼看，大庙是什么？不用拼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小学生也会拼啊。大庙是什么？大庙不是道吗？大是的，对腰，对腰是什么？这个庙去掉，对腰不是。你不念道都可以啊，不都是道嘛，丢也好，道也好，这个字它是从这个得生。我上次说过，马王堆发现古器物上面有一个国家的名字是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哪一国？哦，原来是赵国。哦，赵国怎么用这个？因为声音一样嘛。为什么声音一样？因为它声音一样嘛。它声音不一样吗？这就是地哆嘛，调就是哆嘛。所以调轨调轨啊，说调可以念地，对啊，可以念地啊，它也可以念调嘛，对啊，都是声音嘛。哎，他也可以念，可以念报哎。怎么会有这样？对啊，有啊。你说这个也可以，你说他是这个也可以啊。这叫什么？复声母啊。所以有一部分是这样，有一部分那样，有没有？有啊。这庙就是啊，这庙也是啊。
这是朝，朝是什么？朝鲜雕。哎，这不是德特吗？哎，这个怎么摸妙？哦，哦，可以啊，马马虎虎了。哎，这也是啊。嗯嗯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正反合。凡是波波摸，这都是什么？否定啊，否定啊，反面呢、啊？这是正面呢、啊？德特的，叮叮叮，叮叮叮叮，都是德特、啊，所以正反合、啊。嗯，为什么要用圆？这样就表示。怎么样？他可以无往不利啊！九年以后怎么样？达到最高境界，是最大的妙境，哦，了不起，很妙哎。嗯。可是从声音来说，它就是道，就是最高境界。所以最高境界的道，它也可以反过来有不妙的境界。妙跟不妙一样不一样？凡是波波摩佛，本身它就是正反合嘛。你说变化的变，是变还是不变？变也是它，不变还是它嘛。所以用这个来证明。知言日出，何以天尼？以知言为什么？为蔓延。什么是蔓延？蔓延就是不言呐、哦，原来正反都可以合、啊，知言也可以是蔓延，蔓延就是不言。嗯，所以知言就是不言也可以了。嗯，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嗯，别的不说了。到八年，我说不说又说了，对不对？本来前面都是一二三四五六，都是一句，到八年变什么？变两句了。不知死，不知生啊！哎，不知死生，不知是什么？不知就不低，不低就是不一啊，不一就是八嘛，不是吗？所以证明了吧？证明了。八就是分别。庄子说：“分也者，有不分也。”哎，分就是不分啊，对啊，不分就是分啊。一二二二一嘛，这是什么？前面一个否定，否定它跟正反的根本就不需要嘛，只要有前面有这个，它的这个声母是波波摩。甚至于佛也包括在内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啊，闽南语是奔奔，就是不奔不奔，还是奔奔还是不奔，变还是不变，是一样嘛。这个什么分开着吗？闽南语叫什么？背我亏啊？不是背我亏，对。所以分什么八就是它的声音呐、啊，分就是背、啊。所以不知死就是不一一不一一，不知死也是死是一，生也是一，死生如一，死生不分别都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知道嘛，你不知道死到哪里去，你不知道生从哪里来，那不是死生一样吗？只不过是个循环而已啊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那不知死，死是什么？死是一的声音，哦，那一跟死一样，为什么还有一楼呢？没有四楼有一楼，那一楼也不要，四楼也不要，那七楼也不要，七也是一啊，对啊，七七七啊，七七七七七，不是一样吗？七也是一的声音呢，所以七年天成，天。我说过天就是一了，所以成天也就是跟天合而为一。所以庄子在以前做过什么官呢？说他好像也做过官，做过什么官？七元吏哎，七
哦，种漆的漆树里面看看园子园长哎，什么园长？他就是团长嘛。园也是团，团也是园。嗯，真的吗？假作真时，真亦假。你问我，我问谁呀、啊？那他为什么不做呢？庄子妻死，骨盆儿歌，庄子太太死了，他妻死了，妻死，妻死了。每个人的妻都会死啊，对，没什么好奇怪嘛。可是，在庄子书里面，我就觉得他也，原来是。为什么他不打别的，要骨盆呢？来了吧，我又说回来了，为什么骨盆儿歌？哎，你胡说八道！好了，我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说，我怎么样？我说俯拾皆是嘛。你看，你这个是孤证，你这个就是这么一个，不是孤证哎，我随便讲讲，它都是嘛，它都有它的这个。你胡说八道，那没有办法，我没办法证明啊。我起庄子于地下，他来个活不认账，我还是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能说我对了呢？我当然不对，为什么不对就对了嘛？就什么赌嘛，赌他对了，这么爱赌啊？对，人生就是赌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赌什么？赌就是道嘛，赌不是道吗？闽南语赌怎么念？对呀、啊，就是刚才说，是不是、啊？哎，刚才是不是？这什么？八，这个是八，对不对？不是八吗？闽南语不是念八吗？刚才说了，八什么？八就是不一呀、啊，八就是背啊，啊。背后亏啊，八道来、啊，八道，这不是道吗？这不是道吗？我说过，低头低头，为什么？这是念低，这是念道，这也是他，这也是他。对不对？这是筷子，筷子叫低，低不是一吗？就是低啊，低啊，低斗啊，低斗啊，低斗啊。生有为，死也亏。啊，生是有所为。什么是有为啊？你要活下去，你要不要最低限度？你要给它空气，给它水吧？那水不是有吗？对呀、啊，你要不要填饱肚子啊？你总要去赚钱来吃啊，这都是有啊。说是生有为啊，有所作为。不管你如何去营生，如何去养生，总要是生字前面加一点东西啊，有啊。可是死也亏，这个劝字。马其昌他说应当做亏，亏损的亏。所谓死呢，一定是有所损伤，有所亏失，所以才会变成了死的原因、条件。营养不足，还是生活失调，还是什么原因，总是有原因的。是有字也，所以公以其死也，有字也。公就是一般大众，大家都认为死是有原因的，有由来的。字就是有所从，有所原因。而生养也无字也，而生命的来，你找不出它为什么会有生命产生，这是阳气动。这是阳，是没有原因的。
而果然乎？真的是这样吗？呜呼，其所是，呜呼，其所不是。我刚才说过，是字呢，就是我研究出来的，因为我看他老是用是，当然胡适之先的是很有名，可是他这、就是他当然没有不知道胡适之后来有名啊，为什么老用是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他就是滴滴滴，就是滴滴滴，就是代表一，呜呼其所是，呜呼其所不是，是也好，不是也好，是什么原因？这个呜就等于是和的意思，就等于是一个问话的开始，啊，就是何所是，何所不是？怎么样他才是？他怎么样才是不是？那天有历数，地有人聚，天上有历，啊，我们说星历。看天象，这个星是怎么样转，怎么样动，它的变化就是历，啊，我们叫做日历，是不是？现在有什么？有阳历，有阴历，照着太阳的算法来算，照着月亮的算法来算，这是阳历、阴历，反正是天上有这个星历啊、度数，它这个变化的情形，在古时候官有这个专门观察天象的官，是不是？啊，他是专门记载这个天象变化，啊，所以在天上呢有这个星历度数、昼夜变化的情况，可是在地上呢也有人聚，这个人呢，那古文这个人呢，跟这个人可以通，因为声音也是一样嘛，说这个人呢又跟宜字呢可以通，古时候这个人跟这个宜呢都这样写，所以他可以通。如果这个变成啊，这个人人变成宜啊，就是代表平的意思了。聚呢是剧烈的意思，引申有急促的意思啊，跟那个平宜呢相对啊，所以就好像是说地呢有两种情形。有的是险，啊，有的是宜，有的是很平的地，有的是很高峻的山，啊，所以有很难走的，有很容易走的，这个地有各种不同的情况，有高山，有平地，和天有天上有各种历数的变化，地上也有这高低不平的情况。呜呼求子，我上哪里去求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所以是不知道。莫知其所终，若知何其无命也。不知道死了以后的结果是如何？为什么说没有命呢？也不知道生命的来源是怎么回事？莫知其所死，若知何其有命也。那么如何又说他有命呢？所以到底是有命还是没有命？他只提出问题，没有答案。有以相应也，若知何其无鬼也。而有的时候 有所相应的，为什么说没有鬼呢？有的时候又没有相应，怎么说 有鬼呢？有没有鬼现在也是争论的，对不对？一般俗话怎么说？晚上不要出来，对不对？晚上出来走路，走多了会怎么样？就会碰到鬼了。夜路走，所以为什么有鬼没有鬼，有命没有命？有人说这就是要批评墨家跟儒家，啊，墨家是重命，
怨鬼啊，儒家是重命，那到底有没有命，到底有没有鬼，都是个问话。我说过好几次了，我说其实教庄子的没什么好教的，教了一辈子就教一个字，什么命。庄子说了两次，不多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知道一切都是不可奈何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安嘛。像什么一样？像命一样，命你不能不安嘛。为什么？我说做人怎么样，仍仁忍，最后呢认命了，你不认不行嘛。万般俗话对不对，都是命啊，你半点不由人嘛。你人你说啊，我对啊，你说你努力，对了，你努力的结果那都是命嘛，你努力成功也是命，你努力失败还是命，那命怎么会，命包括一切嘛。那下面我们还没讲北冥两个字，下面是什么？有余啊，在下面呢，其名啊，名字，名就是命哎，那名跟命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声音一样哎，声音一样，我刚才不是说，圣人无名嘛，不要名，不要名，他还要有命啊，对不对？名跟命声音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说了半天，其实名也好，命也好，还是那个最高境界。最高境界是什么？不一嘛。那名也不一啊。对呀，名跟命都是阳生，阴阳怎么样？可以对转。它对转了，念什么？闽南语有啊，咪呀咪呀，对不对？啊，虽然不是一后面加个啊，那差不多嘛。混为一谈嘛，喵喵喵喵喵喵，马马虎虎了，混为一谈嘛。庄子就是这样子，所以要说吗？没什么好说的，说这干嘛？没什么干嘛？你想听就听，不想听就不要听。要问道，问他老师道是什么？老师说啊，道是什么？他得到了。那老师好高兴，你得到了，已经懂了吗？我就走了。老师走了，他知道不知道？他不知道，因为他已经睡着了。我说垂天之云，对不对？垂是什么？我说垂不是道吗？对啊，垂是道啊。那睡觉的睡不是道吗？睡当然也是道啊。所以我的课都安排在下午，得到最好的实验的时间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得到的？你们看看那不是得到了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问他就我讲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就对了嘛。我讲的就是不知道嘛。本来我就想可以逍遥游应该开始，可是还不能开始。好了。下次讲快一点啊。